帅哥美女，来看一看了啊！这儿在打气球了，有没有？看到了吗？黄色代表什么？粉色代表什么？看，人家都是男孩带女孩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你欺负我！我这不是伤病员吗？哎呦，疼！哎，哎，讨厌！哎，讨厌你，你干嘛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他就是街头骗人的。一枪一块钱啊，打三枪。如果你打了三排的话，那就有大奖。有没有想试试？我。哎，好嘞 ，OK， 来。技术含量太低，找个水平差的来。徒弟，你来。谁是你徒弟？谁水平差？说你是，你就是。啊，这样，你来。啊，又来。按照规矩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可我中了三枪，应该拿三个。少废话，就能拿一个。兄弟，这样就不好玩了。爷们儿说话得算数。嗯。管你什么爷们儿还是娘们儿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不，我们就要三个。对，就要拿三个。对。这急什么慌，滚蛋！哎，等等。啊，兄弟，就想这么走了、啊？那你想怎么样了？啊，够了吧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。那我也不。喂？你谁？让何晨光接电话。打错了，这儿没何晨光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。我说你打错了，这儿没何晨。我是。你是何晨光？找你的。谢谢。客气。喂，何晨光，在你三点钟位置有个包，包里放着炸弹。啊，我手机。你别碰，一碰就炸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信不信我没关系。那包里的炸弹十分钟以后就会爆炸。怎么处置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我去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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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哪儿啊？我手机。哎，喂，喂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怎么办呀？干什么？我的手机。追什么？我的手机，让开！我的手机还给我，站住！把手机还给我，把手机还给我，手机还给我，把手机还给我。
哎呀，把我手机还给我！不要命啊！不就这样？以我这个脑子，把手机还给我！不准咬我的手机！还给我！